停电复电后，请先检查宽频数据机的灯号状况，如灯号全亮却无法使用时，请将电源线拔除，等待5秒，再重新接上电源线。待灯号全亮超过30秒，再确认是否可以上网。若仍然不能上网，请联系客服中心。停电复电后，请先检查宽频数据机的灯号状况。如果灯号不亮，可先检查连接数据机的插座及延长线是否有通电。若确认有通电，请小心拔除变压器，再重新将变压器插上，并确认宽频数据机电源线是否接妥。如果数据机全亮，待灯号全亮超过30秒，再确认是否可以上网。若仍然不能上网，请联系客服中心。